第22题，中午时阿炮将5公斤的餐盒从1楼抬至4楼教室里，已知4楼教室地板与1楼教室地板的垂直距离为10公尺，设重力加速度 g 等于9.8公尺每秒，则餐盒所增加的重力位能为多少焦耳？我们晓得重力位能的公式叫做 mgh， 我们的质量5公斤，g 值9.8。高度10公尺，所以就49×10等于490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则餐盒所增加的重力位能为多少焦耳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490。